透過挑戰，透過挑戰自己咧，去做到最好。小學跳繩比賽2018，我們要遵守大會出場規則，並服從裁判員之判決，發揚以繩育人的精神，並以此為目標。黃偉峰，謹誓。我們願遵守大會一切的規章，並不會作任何偏私，發揚以繩育人的精神，並以此為目標。黃漢圈，謹誓。跳到一個生日 pass， 可以同嗰啲朋友家人分享，分享自己樂趣。你哋跳繩過程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？有噶，因為咧，有啲繩跳唔到嗰陣時會好難去跳咯。跳極都跳到棘繩，即係有啲人佢都太快啦，咁我就棘繩啦，棘到隻手好多傷痕。
我想呢对参加的同学来讲呢，他有一个机会呢可以发挥所长，去跟同学呢，他跟其他同学呢有一个可以有一个竞争的机会啦。咁就对我哋嘅同学嚟讲，亦都一个好大嘅得着喎。我哋电视台嘅同学可以去帮手拍摄啦，去做访问啦，我哋嘅同学可以做司仪啦，可以做工作人员啦，可以服务咧其他嘅同学。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咯。咁我相信无论对参加同学，对我哋自己嘅同学嚟讲咧，都好大得益嘅。